哦，是哦，干，我看很多大哥呢。来，这个给你解。不要说对你不好。来，放什么？恭维告，给你十秒。啊，恭维啊！哎、欸，第一只放什么？放熊哦 ，come back 处理，他要四费，我就伊玛安娜来放什么？放蘑菇三费放不出去，好像放蘑菇嘛，来来来来来，有了有放有蘑菇了，放哪？恭维啊 ，echo， 放哪里啊？放哪里啊？龟头放哪？上中下选一个。放下面哦，这里哦，哦，来看下一只好，出来了，现在嘞，啊，放什么啊？恭维啊，一告。老鼠放最上面，哦，放了放了，没抹了啊，这个嘞，坑堆啊，这个要不要放？恭维啊，哈，老鼠中间其他丢掉，他妈有说老鼠上面，有说老鼠中间的，到底要放哪里？我现在还有两点，这边有一只史莱姆，到底要放哪里？恭维啊，啊，啊，丢掉丢掉，丢了丢了。然后嘞，啊，啊，下一只，下一只，快点放哪里？恭维啊！叫你放龟头，你丢老鼠，干！你以为整个聊天室只有你一个人哦？啊，好，就听你的 ，U S U I， 他妈现在就只听你的，现在放哪里？恭维啊！啊，恭维啊！狼嘞！干，啊，人不见了。全丢，全丢！哎哎哎！好、哦，赢了齁、哦、好来，靠我们键盘亚图姆了，帝国浴室，来来来来来，给你打给你打，看我们键盘亚图姆这么厉害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，来这只也给你们打，嗯，好，丢什么？恭维啊！出来啊！哎，狼嘞，丢什么？丢什么啦？阿哥唔恭维啊！哦，键盘亚图姆又说这只打不赢了，看，妈突然又打不赢了。
啊，他现在怎么办？耶、yeah! ！然后我们去打40的，40的总打得赢了吧？哎、欸，出什么工位啊？哈！到底要丢什么啊？妈，刚刚那只十血的，妈的就打得赢了，现在40的跟20的就打不赢了。丢什么啊？丢蝙蝠，丢哪里啊？哈！丢上面，好，丢上面了。然后嘞，我干，这只只要一废哦，没有了，吓我一跳。啊！上面两张丢掉，士兵随便放，没哇。干啊！打十滴血的，大家都头头是道，好像很厉害。怎么打40滴的就受不了了？狙狙狙狙狙狙狙！看来键盘雅图姆就在遇到城之内的时候会有反应呢、欸。啊，什么城之内？我会打，我会打。再来找别人了。是没得打，还没有什么十滴血的可以出来让我赚个卡牌啊！来进不去，嗯，剧情哎、欸，我们能走了吗？是的，完美。我们的目标很简单，炸飞一切，耶、yeah! ！好了，所有人准备好行动，大灾变开始。是的，先知。你，你是谁？你以为你能挫败先知的计划？你，红叉小。正在玩我的钥匙，我们并不允许持有钥匙，可以拿走他。我很确定他把它藏在了床架的某个箱子里。如果进入守卫房间，他们会发现我的。我必须要再多找几个十滴血的废物来增强我的能力。
而且我现在拿到那个可以先知攻击的人了，不过他耳废就是了。好吧，我爸爸是个商人，我长大后也要跟他一样。超级稀有，十居？什么？真的？你要花十居买我的钥匙？哇，好帅！我有钱了，给你。我拿到一把烂钥匙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两把了。出来啊！我已经没有遇到其他人有手上有拿卡牌的嘞。你是那个小孩子，你我会告诉我藏在我的钥匙在哪里？哈哈哈！如果你是个信徒，信使有机会，但是你运气不在了。我要来到麦当劳，我都是这个时代的麦当劳。这游戏时代就三个传奇食材哦，非常感谢你，我就指望你了，去找一些传奇食材，然后带给我。猛犸象肉排啊，你找到了猛犸象肉排，太棒了，非常感谢你。有两种有我要的传奇食材，看给了他猛犸象肉排，还少一个。好像没有那个嘞，没有别的人是有拿卡牌的嘞。我觉得至少要先知道他有没有拿卡牌。有没有卡牌？哎，拿到钥匙了。我现在有三把钥匙嘞。你有没有卡牌啊？你嘞？干，现在知道有卡牌，就只有那两只，一个鬼神，一个八七。你这东西能调牌组吗？看不出来。大小又要再打了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来看看他妈谁可以操翻这个女人？怎么办？恭维啊！讲清楚，说明白，丢什么放什么。啊，在你们讲出来之前，我先去拿个喝的好了。宅在练屋，快去睡觉。
单上老鼠，其他放啊，放了放了。现在，下一个，恭维啊！中出龟头，然后嘞，猫菇中间其他换成玛纳啊，换了换了。然后嘞，恭维啊！给你钱，快点自己吧。普利库手，谢谢普利库手。不行不行，我看亚图姆很厉害，我想看看亚图姆到底极限在哪里。然后嘞，熊放中间没有玛纳。中路丢球，其他换玛纳啊，换了换了，嘿，然后嘞，啊，恭维啊！网路不行不行，这游戏不需要连网路。这一来就听到中出龟头转，赚了赚了！哇，大年初三就可以中出龟头，这辈子第一次遇到。哎，然后嘞，老鼠放上其他丢，来放了放了。库里库手，谢谢库手。我依然游星不看在眼里。无所谓无所谓，我从第一代之后就再也没看过，我根本不知道游星是谁。哎，然后嘞，谢谢大家，恭维啊！我看亚图姆非常的愤怒呢。我看到一个亚图姆巴洛奎4444，哪个白痴在乱教啊？就是你了。下一个亚图姆，来来来，怎么打？就只听你的了。
哎，母哥，怎么丢啊？讲清楚，说明白啊，哪些放，哪些丢，放哪边？我看我们母哥好像断线了，只好下一个了。还有没有哪位大哥要他妈的介绍一下自己身为雅图姆的神之抽牌啊？哎，怎么丢怎么丢，哪些丢掉，哪些放上去，放哪里？看这个美丽果有点酸酸的。哎，恭维啊！我怎么他妈喝到一半，差点睡着。我看来大家是弃权了。事实证明，看来十点的人大谁都会打，可是雅图姆看到等级高一点的就射了，怕了。狙狙狙狙狙狙狙。再去找其他人看能不能够强化一下自己好了。你会不会打牌啊？你会不会打牌啊？不会。哇！你会不会打牌啊？看都没有人会打牌，秃头你会不会打牌啊？你嘞？你嘞？哦，有，超会打牌。聊天室都没。哎 ，Rensa， 谢谢 Rensa。现在都在动了，哪个王八蛋恭维呀？哎，这次比较不一样了，靠你们了，雅图姆 ，Apple， 快点丢什么放什么。恭维啊！哎，大家都是我的千年金字塔。哎，千年金字塔做事啊！二一上其他不要啊，丢了丢了，滚滚滚！好，来下一步，恭维啊！一个二一不要，其他都上。啊，上上上了，哎哎哎哎，
好，来下一个。哦，发现各位雅图姆真的很难伺候呢。有些人就是什么都不讲，然后一丢了之后又在辱骂其他人。我自己来的时候又骂我，人家讲的时候又骂人家，啊，你自己又不提出一点建议，你是不是冗员啊？哈，键盘冗员，嘎，连冗员都开始键盘了。你们是不是会觉得人家去秒买秒退的抵制很霸气啊？在旁边说人家闲话的那一种人，干就是在讲你们这些人了啊！不要误会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雅图姆，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。废甲一勿忘我。哎，废甲又出现了，靠你了，废甲。很辛苦呢，自己打也不行，叫人家打也不行，不然现在要干嘛？狙狙狙狙狙狙狙！我想我只能够玩小鸡鸡了。好了，我看大家好像已经受不了了，算了吧，休息了。你的牌真可笑。好啦，我的牌真的是蛮可爱的。一堆 I'm Sonic， 有种自己买游戏玩，果然去旁边敲敲就好。要敲敲就好，我劝你们是不要躲内在互相攻击哦。我人这么好，我只是想说雅图姆好像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就像千年金字塔在旁边看着本尊打牌一样，可能有点受不了了，就跑出来了。那事实证明，还是要爆啊！看来你们没有相信自己的牌组哦。打个40的跟打个20的，就狙狙狙狙狙狙狙，你要相信你的牌组啊！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相信自己的牌组了？看到人家丢个33仙字你就受不了了，行不行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知道做实况组越来越痛苦了。哎，你没有陪的牌可以玩了，是你的牌组太烂啦。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增加牌组呢？啊，这位大哥，可以详细的麻烦你，多为大家解释一下，怎么样才可以增加牌组呢？嗯。我这边又没有什么开卡包，又没有史诗，没有啊，我只会恭维啊。你知道史诗这种东西是可以花钱的。这边妈的，我有多少？我就1968，妈的，我也不能买啊！我也想要强化一下自己的牌组啊。开卡包，来来来，卡包在哪里？自己讲自己讲，谁说对了就给他氪金，怎么氪怎么氪，教一下教一下。恭维啊！来，我氪了，我氪了，我现在他妈就先氪个30万，先把所有的传说抽回来，跟他他妈臭翻他，大干一场！啊，怎么氪啊？恭维啊！哎 ，Blue Avia， 也 Blue Avia。刚我看到有个人蛮吵的，先变掉好了。臭龙源。有人说先冲主线会有牌，干！我现在就要氪金，不管不管。有人说可以氪金，我要氪，哪里可以氪？恭维啊！还是用在臭荷兰干你娘！
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谢谢大家。因为大家都超齁懒，我根本不知道相信谁。我每次想要跟聊天室有点良好互动的时候，就很超齁懒，然后就有人说我都不跟聊天室互动了。当我全心全意掏心掏肺的时候，你们就只会胡乱我。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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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好想要氪金哦！呜呜呜呜呜呜！这里可以干嘛？哦，就是之前那个嘛，拿那个什么烂矿石的地方。还是想他在，我还是在想他是怎么这么快找到我的宝藏，哦，就是之前坑我钱那个人，他就这样住在这边白发苍苍了，好可怜。我这么尽心尽力，因为大家都对我操喉兰，我想说氪个金让大家笑一笑也好，结果呢？换来的都只是超波兰。干，掏心掏肺没办法，那不就只能掏懒觉了吗？现在要干嘛？是不是要去找那些小孩子拿个钥匙之类的？卖东西，哎 ，forget your ID， 你是 ID， 有卖铁剑，买个铁剑好，坚固、锋利、可靠。不，先不卖好了，这东西卖的感觉没几个钱，而且我钱还蛮多的，应该是没差吧。我现在是应该 要去那个吧，去找那个小孩子吧。你是谁？所以我现在有三把钥匙。飞斋，差不多是这样的。50年前成为了狂热战士，一个某个战士的狂热粉丝。哦，他就是那个嘛，他就是那个嘛，一个死小孩，说他家很穷，然后他妈妈会带他去竞技场看，可是他很怕肥仔那个嘛。所以我现在要先去找小朋友，或者是。那个吧，那个钥匙，哇，这游戏到这个时期就没什么那个了，三把，这个时期就没什么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如果你是个信使，你也许会有机会，但你运气不在啊，所以是会放在那个吗？放在信箱里面吗？哦靠，所以还是要去找小孩子，干，找到了。哈哈，要找小孩子，然后看他会讲什么，然后去找这样子吧。
有四个小孩子。妈的，留守终于放下了。M752303，5000块我还不包个红包给鲁王波浪符金扣脸。不用不用，你只要跟我讲这个游戏怎么氪金就好了。我们想进我们秘密基地，首先你得带个500钥匙来证明你是我们其中一员。我们密切关注我们钥匙，所以是不会容易的。我他妈的钥匙在哪？靠！一定是我在西的那个矿区玩的时候丢了。哦，所以我已经拿到那个，我已经拿到这个死小孩的1234。哎，所以我现在有4把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一个死小孩的，右边那个吧。真的，人们说他毁灭世界，像下午小孩传说而已。什么？你知道大灾变之类的事啊？别向我的人民告发我，我们会把这个事拉下马，你会告密的，对吧？你真是非常厉害，来，你能借我的钥匙？哎，好，谢谢大家，5把都有了。有了吧？有5把了。去找先知看看。看我有5把啦，然后嘞，啊，干嘛？哦，可以进来了。先知跑掉了。先知整体来讲，长得有点像那个《七弹大作战》里面的样子。我可以破坏，破鞋啊！不要再到处跟着我了，行吗？你以为自己是谁，可以在基地里到处乱闯破坏？无论如何，你也无法阻挡大灾变的发生。你是永远无法到这边来的。捏捏捏捏。就是这样，只要推他的意思。不行啊，他会穿过去。啊！仓库翻了，东西怎么上上下下吗？它不能左右吗？啊？哎 ，No luck！ 新年快乐，也祝外子新年快乐。外子新年快乐，谢谢外子新年快乐，过年假喽！就是要破坏的，现在到底是要干嘛？这东西看来只能上下推啊。左右，
对啦，看来他就是要靠这个上下推来解开这些谜题。上去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啊噔噔噔噔噔！啊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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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会啦。地上那个东西看来就是靠冰冻魔法去破的啊！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？你收集了500钥匙，你用水冲走了我们的秘密基地，到处都是水啊！你还把我的锅碗瓢盆都砸碎了，你真是破坏之王啊！没错，就是破坏之王，你就是这样成为破坏之王的吗？大秋，看来我们白激动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阻止预言家的。那未来遇见了他，他显然已经是疯了，他一定是大灾变的真凶。你看见这水面上漂浮的小水滴吗，大秋？我想我能用我自己的力量将他们冻住，不是白不是对吧？冻住，不许走！啊，是不是？喂，你是谁？今天怎么有人进进出出我们的秘密基地？你是想要阻止大灾变吗？大灾变？什么灾变？吴，你是个恶魔。喂，他在问你话呢，赶紧回答呀！哇，别吃我啊！我这就全糟了儿。这其实是我和友人们的计划而已。50周年纪念日时，我们会让大灾变发生，这也是他们的错，那些大人的错。他们总是惩罚我们，他们说不许放烟花，于是我们决定要点燃一切，然后就砰的一声，就这些了。我发誓，你就管叫大灾变啊！大灾变的意思是你的整个种族都被毁灭，然后你心中剩下的只有怒火以及进行报复的坚强意志。你耐心的等待，真正的大灾变就要来了。那时你将会尝到被打败与耻辱的滋味。那时人类所犯下的罪过将被惩罚。我们已经将此处的能量全数收集了，再多一点，就那么一点点。我对不对？新来的那些是谁？我们就是能够触发大灾变的人。呜，我们来阻止你们啦！真的吗？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为目标献身了，你觉得能打败我们吗？我并不怕危险。破坏之王，救我啊！你就将在此时此刻的阻止你们，以保护未来。咱们走着瞧，都不许动。哦，出现了，干！攻击力0，表标三人众。喂，他们跑哪去了？在我们背后中了埋伏，就知道他们很危险。他们是没办法动我们一根汗毛的，因为我们就是皇家特种部队。你现在被逮捕了，那太好了，多亏了你，这下能够阻止这些恶魔了。恶魔？没人提过他们是恶魔吧？3名嫌犯中2女1男都很年轻，都是人类啊！没错，就是他们。
梅子樱桃，我们也该告退了。大乔，快点，咱们得阻止他们。破坏之王特种部队就交给我吧。啊，快跑啊！我不愧是先知哎，能做就是去追那些恶魔。你竟敢跟踪我们！先走吧，我会对付他们的。你们要小心啊！干嘛又要哈多肯了吗？啊，变跑酷了！啊啊啊啊啊！干，变成音速小子了。好痛啊，被那个打到。啊，饿死去。干，变成江连剑了。我干，他那个打到好痛啊。不过是挑战模式，哎，怎么不能跳啊？干！我的那个空白键被输入法卡住了。激发输入法，我这游戏跑太快不行欸，干，激发输入法又在搞我。哇，血是多少？啊啊啊啊！你就被压死了，好像玩洛克人的那个机车关卡。啊啊啊！啊！看我要被这个东西压到烂了，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用机器。干输入法，看我真的会被他妈这个游戏的设置搞死！妈，哪一个游戏的攻击键会放在 Ctrl 啊？哎，终于出来！被那 Ctrl 害死。
不然音乐还蛮好听的。哇！干你妈！这边要两段跳跃呢，你要先跳到那个上面，然后才能够进行那个。干你老师又是鸡妈输入法。干你老师！哦，我快要被这个系统设置气死了，都不知道能不能接摇杆，摇杆总还安全一点。好，终于上来了。啊！死去！我光是被自己的操作就快弄到死了。哎，干！那个东西刚吹我屁股呢！哇，没想到我的罩门竟然死在这里，明明就只是一个简单的跑酷跳跃而已，没多难。啊，林老师！干你！哦，天哪！我真的他妈会被这个东西气死！好，看来是过了啊！刚只是开玩笑的，你现在也给我搞这一套。哒啦啦啦啦啦啦！这升完毕之后，咱们该干正事了。来吧，来干正事吧。啊！看，我觉得这种同时要跳要攻击的，他妈战斗是没办法的呢。就。因为我会妈按错了我的那个输入法，然后我就爆了，我就不能跳了。这没多难啊，而且还蛮好躲的。妈，这是不能跳。妈，哪有敢出来插先？试试看他到底能不能接摇杆，气死！哪有他妈难成这个样子？不知道作者脑袋里面装什么？为什么要把 Ctrl 跟空白键设定在一起？懂啊！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用摇杆了，碎啦！真像个电动玩具啊！哎，你打人怎么那么痛啊？哎，跳屁啊！啊，打屁股，好，可以，快有感觉，有感觉啊！
干你老师。基地有什么好位置？我发现站这边还不错呢。我发现站这边还不错。哎，你怎么越来越近啊？不是啊，妹妹，不能够越来越近啊。好，然后这妹妹越来越近，吓尿我了。抱歉，梅子，你还真强，我超强，开玩笑。或许你能够阻止他，别让他被自己的疯狂伤到。梅子和我还不够强大，帮帮他，他现在孤身一人。你要爆炸了吗？巴拉棒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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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！结束。而且我血没的时候也会叫。上班忙碌，无法常常跟台。哎，米哭悠悠。啊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好，掉了，我们必须要找到他，因为他离开很久，离开很久。但如果我们想阻止大家变，就一定得找到他们。我仍然不能相信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什么能导致一场大爆炸呢？还有强大的能量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主意吗？大丘，没有，那真是个谜。我们在热那亚可能什么线索都找不到，我们最好去别的地方找找。看，又跟我合体了。哒哒哒哒，有一个绿黏黏。好的，有了摇杆之后，这游戏轻松多了。我知道了，有摇杆，我们就可以变亚图姆了。冲啊！来打！有有，我感觉到了，亚图姆罗吉卡拉，米塞特，亚罗泽，干五七，我从来没看过这只，吓死我了！啊！啊！啊啊啊啊啊！俺たちの戦略。五七，干你娘！妈，就看他放五七就饱了。狙！事实又再度证明了，亚图姆的牌组40张全部都是小精灵，也没有办法打赢青眼白龙。不要再哭了，我尽力了，我也不能氪金。你看，这剩最后6滴，就丢2只武器上来，不做垂死的抵抗，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夜，那夜杀小，干再来啊！不对，一开始没有老鼠就射了，狙狙狙狙狙。那你看看我们一开始就有老鼠，诺吉卡拉，有了有了，老鼠来了，感觉到了，扛基鲁走。看，开场就放三一，啊！快来只史莱姆，没有史莱姆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快攻。好，啊，他也有快攻啊！我知道，放一只熊先吓吓他。啊，五五又来了，操你妈！最鸡巴欸，好，好，好，啊，是快攻狗，啊，啊，呜呜，快，再来放一只。记住走，干亚图姆啊！来一只老鼠，老鼠，亚图姆来了，扛记住走，干！看来我才是真正的亚图姆，骂了一群键盘废物，太难啦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程序员美工，干！我拿起摇杆之后，连亚图姆都不是对手了。我出出出出出出出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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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不愧是我新的召唤，说老鼠就老鼠。啊！来看看是不是真的亚图姆，来挑战四十看看。我有那只五五了吧？有欸，我有五五欸，干四费叫五五，妈，我就跟你讲说这种游戏很靠北。我同样是四费，我只能叫一只三战的烂熊，可是人家四费可以叫一只五五的鬼神，安你妈！有没有？我相信了自己的牌组。俺は信じる。俺はヤトム。滚呐！妈，就那一只烂，那一只垃圾，看了就赌烂。看他前面就是丢这种保镖，哎，所以我打赢他应该是可以拿到一张保镖吧？干，我的传说金卡呢？滚呐！妈，白痴熊。你没看那只白痴熊做什么事？哦，干，他有四六了，狙狙狙狙狙狙狙！这个就是棋手大 boss。他直接存了十二点，他要冲三小，哇，不行了，我的传说金卡不来了，他不是应该还在我的牌堆吗？一次出两张龟头，干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两张龟头了，我先用我的龟头吓吓他。干四六真的很靠北呢，
他如果是卖也是四费的卡就很靠，就很干。我没关系，我已经是雅图姆了，我有遥感，感觉就不一样。他妈这个时候才来，来不及了，放弃放弃，不跟你浪费时间。我觉得这个都有差的，先放老鼠。怒放两只保镖，哦，扛记录走，然后来放我的生产器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生产器上来了，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。干，贱人！好，这个时候赶快放我的龟头，让他看看我龟头弄几卡啦！怕了吧，怕了吧！哎，干不对呢！我突然想到啊，他那两只零的，妈就摆在那边，让他自生自灭，好像会比较赚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应该干脆就放弃那个上面那一条路，把这只随便放个地方就好了？那好像还比较赚哦。哇，那这场应该要爆了！我只要让保镖占据他的空间，我就可以朝一条路直接打穿之类的，可能会比较好。欸，可是他血有40呢，你这样换不知道换到什么时候？哎，又来了，扛起路走，有你。你看，你看，两只哦！你看我的魔啊啊啊！我要放一只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感觉了。干，对面有先制攻击狗啊啊！扛记录走，我就用这只妈慢慢跟他耗。我想想看哦，啊，不用不用，不行不行，我用这只跟他耗好了，因为这已经进到这个蛮危险的阶段了。哦哦，赚赚赚赚赚，清场清场，又赚两个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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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你老师46狗又来了，我妈看他丢46狗我就饱了，先放这个吓吓他，这个放后面。看他46狗，只要不来，我就可以过。那真是几百狗！哇哇哇！我那个我要被先制砍死了。妈46狗！这个熊很赚，看，真的不要再放46了。哇，我要被那个46操翻了。我觉得可以，老实讲，我觉得如果我再放的更稳一点，我就可以打赢他了，真觉得只差这么一点点。
对？你看他明明他的那个是40滴血，可是我现在打的跟他一样，欸，那其实我的获胜率其实还蛮高的啊。我这样可以打5滴，所以我这样可以打6滴。有机会。扛基路走，干林老师啊啊！来一只松鼠，哦，没关系，靠你啊，小画家，一刀劈死他！干呀，图姆来了。谢谢大家，这摇杆插上去之后，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。绿色特遣队，我，哦，干，我好强哦！我妈，原来我自己可以这么强哎！妈，比键盘亚图姆强上不知道几百倍，太厉害了！狙！谢谢大家，看来我就是亚图姆了。好的，亚图姆在这边要休息了，我要把摇杆拔掉。我发现我插上摇杆之后会太厉害，有的时候呢，应该要就是为了让实况好看一点。发现自己太强了，有点怕。哦，原来这边有卡牌那个，看这游戏有51，有60张卡哎。程序员美工干，我拿到了最强的神卡。哎，原来他随时可以调那个调整，我一直都是打挑战最难的那一个。我看我好强哦，连我自己都害怕。好了啦，差不多了，今天也是玩爽了。虽然在过程看到很多亚图姆冒出来，不过原来都是假货。原来真正的千年积木一直放在我的抽屉里，插进去就很强。你不是亚图姆，你是武藤游戏。不是，我是亚图姆啦，亚图鲁。好的，今天就先到这边。明天反正都没什么事情，有的开就开吧。今天确实开的有点太晚了，今天11点才开。而且现在已经4点了，谢谢大家，玩爽了，明天有机会再继续吧。好的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再见。